哎呀，烤的是滋滋冒油，闻着都鲜啊！做的是那么多的牛驼，没吃过烤牛驼。大家好，我是师叔，840搞了一个84斤的大牛头，这个是牛里面的舒服吧？师叔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牛头，我们今天做牛头样，叫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吃牛头样，火点起来烧牛头。这牛头太大了，师叔都搞不动。毛烧好了，刮干净。这毛的一边烧一边刮，多刮几遍才能刮干净呢。好了，牛头烧好了，去清洗。烧好的牛头刮洗干净。牛头劈开，牛舌头比较大，取下来给天吃，把牙齿敲掉。现在彻底的把牛头洗干净，把眼睛鼻子都洗干净了。好嘞，哇，朋友们，这牛头太大了，我都放不下，一天吃一磅。给牛头盛水，多放点葱姜，来上半斤白酒，点火出血沫，锅里来点油，冰糖放上炒糖色，把冰糖炒化，炒成枣红色，倒入开水，准备了十几种馅料，装到料包里。粉末上来了，撇干净，粉末撇干净，牛头就不腥了。牛头水焯好了，捞出来，焯完水再把牛头洗一遍，口前牙子刮掉，耳朵割开，也给它淘洗干净。好嘞，锅烧热，多来点菜籽油，油热倒入葱姜盐醋，炒出葱香味，来上一大勺黄豆酱，炒汤炒香，炒出酱香味。好嘞，水加上，淋上卤料包，干辣椒来两把，倒入糖水，加上足量的盐，酱油来一把。今天的秘密佐料，半瓶醪糟，牛头下锅喽！伙计忘了卤牛头。朋友们，牛头有点大，我们连煮带泡5-6个小时出锅。哎呀，闻着好香啊！这牛头重，摆个炉子烤牛头。烤架升起来。牛头上架子了，好，推进去。把油刷上，
哎呀，烤的是滋滋冒油，闻着都鲜啊！用锡纸包住，表皮也能烤到。好了，挺好的。把锡纸取开。轻轻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烤的滋滋冒油了。哦哟，颜色又黄又亮了。给牛头改刀。温柔一点，撒上孜然，好的，辣椒面撒上，来来来，出炉了，放开来，哦哟，芥丝剪掉，对对对，哎呦，那芥丝，酒倒上。来来来，吃吃来，吃吃来，吃吃。哎呦，嗯，好。孜然牛肚，很好吃。黄牛，就西门塔尔这是。嗯。还有几个这个虾子。虾子啊，哎，看我给你吃这块咋样？来来一块。够了，味道也。嗯，这烤牛肚咱给的哈。嗯。有感觉啊，就是的，没有。这么着弄一下，它够软的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是一块好的。嗯，你们这块。吃了那么多的牛头，没吃过烤牛头。就是的，这个烤牛头还很好吃的。嗯，第一次吃到这个。嗯，这么有胶原蛋白的啊。嗯，对，这个胶原蛋白多。嗯来陪我干一个来好的好的来来来来那就往那些倒，沾点牛气。好了好了，够了，就喝吧，就喝，哇，哎，哎，哇，哎呀，哎，好嫩，太辣了。哎呀，再来一块吃吧，越吃越香。吃吃吃啊，多得很。嗯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哦，今晚这饭真香。哎呀，嗯，哎呦，嗯，好烂滑。嗯，来，哦哟，又来一大块啊！是的。哦哟，眼睛高看一眼，没有吃刺的。感谢感谢感谢，受宠若惊，太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高看一眼，耳听八方，耳朵都烂得不行了，吃块耳朵。啊，耳听八方。吃耳朵，耳聪目明啊。干一杯酒啊！来，好的好的，来，这叫酒肉宽肠锅啊！哎呀，大口干一杯啊！哎，大碗喝酒。嗯，有香油了。这边有香油吧，好着呢。嗯，有个黄瓜。朋友们，再干一杯。好的，干干干干干干干。哎呦！嗯，啊，都说了有吃无狂，要过五月十三啊，提前一天过掉了啊。